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张涛，我是女排运动员张常宁，我是金博鑫，我是张树婷，我是高佑思，我是许红海，我是卢思，胡满江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的主持人王冠。新征程，致无界，智媒时代，为体育国际传播注入新动能，让我们共济无形。让我们共建国际传播中国叙事体系。中国国际智能传播论坛是我搭建起来的平台，以有限的时间拓展智能传播的无限可能，一起探寻智能传播时代，感受知文化带来的中国式浪漫，深入研究数字新技术，引领智能运载澎湃新潮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，贡献自己的力量。9月7日至9日，相聚无锡，与我一起见证无锡城市吸引力。预祝2023年中国国际智能传播论坛圆满成功，圆满成功，无锡。